那我回去了。但是电梯不对啊，电梯没坏了呀，电梯。妈的，电梯什么时候修好？过不去了，过不去了，现那就不是现在回去了。后面再回去。曲线从右手边冲，很容易过去。谁说的？谁说的？这个给的存档的这个预览界面怎么是这种视角？对啊，怎么是这个视角？好懂啊。不照他，照什么照？啊，直接跑就完了。Holy shit！妈的，这是哪儿来着？这扩展宝藏应该是李阳来拿的吧？对，是这么走。这是李阳拿的扩展宝藏。这也是李阳拿的方块锁孔，方块锁孔，遁形凹槽。现在就是要拿这个盾就可以救出去了。但这里一看还有一大片，感觉这底下还有一大片地图，太刺激了。哇哦，灰猫晚上好。法老皇后一阵，以为那个会 P 的时候转向，那不是强跟踪吗？传说中的强跟踪。我操，这个地方很有气氛。太刺激啦！Oh my god！ 这里还有一个。那我这已经开了两个了吧？看看啊，对，开了两个，应该一共要开三个嘛，是吧？三个。去拿盾牌。Come on！ 怎么突然来这种音乐？骑士解谜后的宝箱，解谜后的宝箱，别忘，就这个呗，就这个呗。骑士解密，我操，这个都爆了。Holy shit， 这些感觉都会复活吧。笔直过去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然后呢，沙拉扎家族徽记啊，哦，这个拿到以后就回来，就是那个盾牌吧，关键是这个门怎么开？我们存一下就知道，第一次肯定不知道，跑回去先看看。Didn't I just say I was done？ 是啥？老鹰、麋鹿、蛇、
和鱼尾狮。妈的，这！老鹰、鱼尾狮，还有啥？那是都拉吗？看到就拉就行了吗？老鹰、蛇、麋鹿、鱼尾狮，哎，算一下路线，拉第一个就去开始复活了是吧？这么刺激，先离门最远的那个。哎呦，操！这里不能走，好刺激哦！前面少，是不是也不能走？哦，可以走，好刺激！好，过了，等一下。宝藏！Holy shit！真刺激！哪个？这个没用过，就这个吧。嘿嘿嘿，我没看懂，但是应该是这个。祖母绿，我操，这个不会复活吧？好，开始的部分三个宝藏都拿到了。这第九章也太长了，不合理啊！寄生虫的嘶吼声。好，存档了，耶、！What the heck？哦，这个要换个灯是吧？我完全看懂了，啥都不用考虑。当，这个是个月亮，应该是要换成太阳。哪个是哪个？这是心经，那我这个要，我这手上是啥来着？是太阳。哎，对，然后手上这个是月亮，去换星星。那二周目的话，就直接11:04就可以了，是吧？不用看那个。哎，小小的解一下谜。那我回去的时候还拿个灯吗？是吧？我把灯给贡献掉了。这个是分头解决的，什么东西是分头解决的？高难度起点，这样，宁可就是起点。晚上好。哎，怎么办？哎。我登登怎么办？登登，他应该用我口香糖粘住那个压力感应机关。啊，金甲是分头的任务，怎么走来着？前面是电梯啊。直接冲就完了。哇，人真多啊！一个闪光给他们秒了。这里回去难道不需要那个啥了吗？图书室，还是电梯是走不了的，还是走这个地方吧。还没爆虫呢，哦对哦，要先把它打掉，从胳肢窝下面走，打掉头盔才能闪，这怎么走？哎，我忘了这个往前走能走吗？这不是，哦不行，还得从图书馆走吧，这个门是过不去的吧？
容易迷路，经常看看地图。这个是斜前方。这里其实很紧张的感觉，但实际上时间判定非常宽裕，他只要不走错就行了。三个宝藏，没错啊。方形锁孔，方形再确认一遍，没东西了。你怎么有信心的呢？运气那么好，当打到那个铁杆上弹回来。就神作了，扔出去的时候打到栏杆上面，当，哎，被右手抓走了，开心了。无言，打瞎子没了。对，原版这里是一个笼子照下来，你跟瞎子在笼子里，呵呵，非常开心，外面还有一堆人。哇哦，这一张打了四个小时，真的是新纪录呢。打靶一个小时，整理背包一个小时，剩下流程两个小时。哎，死亡次数为什么是三？什么时候死的？我好像每次都是独挡的。继续，要保存吗？存下也无妨。这是 Ashley 偏前，这是 Ashley 偏后，是吗？不用存，等会儿去，啊，等会儿去那个房间里存就是了。四杠三打靶更变态，四杠三是啥？四杠 C 吧，最后一个打靶。What's become of the amber? Sorry, nothing yet. But my little helper is creating quite the commotion.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just fine. As long as you can keep your dog under control. He's a good boy. Predictable. Fine. Keep your mutt. But don't come crying to me if you get bit.还以为要用黄阿姨呢，他怎么吓晕了？我操，
Ashley 真是贴心啊，他掉还把宝石给掉出来了。是的是的，太好了，过于贴心了，让我有点感动。那么接下来就是去图书馆了，分头把那些怪全清了。这里应该放两只老祖，操，你是人啊你。我在这儿存，等一下，我好像不用在这儿存，我从哪儿存？哎，等一下，梯子还没放下来呢，我怎么上去？我现在的人出来了而已。图书馆从这儿出来。哦，等会儿画像开了，画像开了还没进去。清怪拿尖晶石，是是，嘿嘿，有个背后有弱点的金甲武士。是吗？是吗？来了，我觉得任务来了，手枪子弹时刻，耶！鬼魅骑士，同胞，其他，甚至被他一劈两半。后颈是弱点。不太对劲吧？是这样走吗？楼上有一个方形锁柜，这个是不是要开电梯？往这儿走，往这儿走。先不去这个地方吧，先回图书馆杀穿。后颈。方形锁柜。啊，就是这个。我现在从这儿下去，然后绕到这儿，然后再上楼。嗯，懂了懂了。鼠叫声。听到了，yes。李阳偷偷 yes， 小声 yes。这个是中的那个十一点零几那个地方。这次来的话，要把瓶瓶罐罐全砸了。感觉应该找那商人修一修东西。嗯，先下去杀那个嘛。我操，有点刺激。先去图书馆吧。等会儿再去杀那个，那个一看就很难杀，我先存个档再杀。是。有几个？是不是看不见我？
这牛逼啊。那边还有一个。前面是 M4，比 Ashley 来说少了，不爽，你想多一点。当当当。这么大，当然直接送了。这 M4 用狙击子弹试试，这过分了，突突突突突。来点手枪子弹。哎，我应该先上弹再踢罐子，不好的习惯。这个能进去吗？哎，这不可以进去吗？哦，不对，因为 Ash 那个钥匙跟里昂小钥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必须 Ash 离开，不是里昂进不进得去的问题，是里昂是不是没有钥匙？对，里昂没有钥匙 ，Ash 把宝藏拿扔下来了，但钥匙他自己留下来了。直接用来打金甲是不错的，啊，你说的有道理。我这威力超大，相当于狙的一发手枪弹，不打算这么用吗？我不知道啊，不打算。这是啥？这是个宝藏。啊，对呀，应该是可以这样转。我终于发现应该怎么转了这个东西。对了，猫猫，这看就很贵。最后会回到这个地方来吧？那我等到把那些人杀了再来打罐子，不是更好？豪华的罐。是吧是吧，很有道理哈。来到二楼了，把这个梯子放一下吧。我还记得这回事儿。好，来存一下啊。存这儿，第十张罐子，别急。
行，走，杀那个精英去。是这儿走吗？不是这儿走，不是这儿走，这个电梯坏了，到现在还在迷路。这儿走啊，对，这儿走。啊，是这个墓穴。好多罐子，一会儿打。油。嗯。还真的，其他人都死了。这个精英战士他把其他人杀掉了。用狙打吗？哎，其他骑士到哪儿去了？真的被他杀掉了。哎，我走了。哎，开开开！嗯，他妈生气了。我他妈生气了。怎么这样？傻子卡这儿了。卑鄙的打法，不卑鄙还行吧。前面还有吗？
耶，我去了。太正义了，还行吧，一般正义。你把他卡在这个角就很好，因为他一直背对你。因为李阳太正义了，所以说被剩下的这个禁止入内了，剩下的地方禁止入内了，不准往前走了，羊毛都给你薅完了。这块罐子资源多，有吗？没注意，看看，哎，真有！哇哦，这罐子一个罐子掉四个东西，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掉点狙呗。妈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吧？结果全是钱，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手枪子弹不独立，没了吧，没了吧。打右手，要打右手了吗？啊，一会儿回去还有罐子呢，回去还有罐子，不着急。只掉钱不掉子弹的话，你可以换一个箱子。1500，就是不掉子弹。那个商人估计要说 Welcome， 右手有奖杯啊，我知道。没关系，在继续推进剧情之前，我肯定要存档。任务交一下。等一下，这还有一个罐子，忘了。我还想着是等会儿从那儿走，后来不对呀，不是从那儿走，一会儿就从这儿走了。那还是得去把那个罐子打了。对呀，把右手打爆，然后独挡，这样不是更好吗？那个不是奖杯吧？那个是奖杯吗？那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奖杯啊。打爆了右手，不用液弹打爆右手有这个奖杯吗？那个是游戏内置的那个挑战吧？哎呦，完了，全是钱，妈也没掉啊！他自己，这上二楼。游戏内置的挑战，不是那个啥，不是这个白金奖杯。哎，跑了好远，多跑了好多路，哎，走错了吧？啊，走错了。
白金白呀、啊。来，找商人交任务。刚爬楼梯直接下来。你说的很有道理啊。So that's a request done and dusted, eh? 大哥，你早说的。Good stuff. Good stuff, stranger. Wow. Got some rare things on sale. 可以买物资小了耶。All my wares are in tip-top shape. 物资大又可以买。新品物资小，新品打击者。Wow.精品高配方，这个买。Well then, happy cooking. 这打起来好折磨啊。你说哪一个？ That cash in your pocket or your life. Easy choice, mate. 物资大可以再买一个，感觉才1900，你不买它又会满的，哇，你买一个它就给你加一个，你不买掉这个下次还是3-3，对吧？进攻出售。 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ank you.有新东西吗？有火药。啊，两个渐进式的火药和三个渐进式的火药。These curiosities? You don't want to know, mate. 21个。买个啥呢？有没有必要买个啥？嘿嘿嘿，好开心啊，东西多啊。要不买个吊红草的，还是把惩罚者先买了，惩罚者是迟早要买的。还是本周末专心搞钱。Not seen anything you like, stranger.看看啊，新的这个配方。留着40买个中改。哦，这样。中改也就是10万块钱吧，是吗？就是你好处是不用全部把其他东西升满，你只用升那个有用的武器威力就可以了。什么改造什么上弹速度这种其实影响不大，你改和不改其实，但是你中改的话就要花很多钱，对吧？啊，你可以合一个这个，我现在有50个系这个材料，50个火药粉，你可以合这个高爆弹。再搞个无限火箭筒打折的挂件，这个不是想搞就能搞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想搞就能搞到的。我要不要合个高爆雷呀？我现在50个火药粉，不如合闪，还雷等它掉。说实话，资源也不认缺。我这是低难度。子弹，合个狙的子弹也可以，7发。留着吧，先。
先不要存档，要不先存档。其实是火药比较缺点。你不管是用哪个和这个大的这个零件，你都要消耗好多火药啊，就这个闪光弹比较少消耗的，其他都是十个十二个。冲锋枪比较少，但是我不用冲锋枪。你要不用十二个和这个，还不是五个和这个闪光。先不买了，先买保存一下，多存点币。二周目刷，哎，话说这个扭蛋币能不能继承到二周目？刷存档挂件，存档刷挂件。可以的，那宝藏也可以吗？Oh shit！ 我觉得这个地方看上去会掉，会来蚊子。我长这个地图长得我有点印象，我还差把小钥匙。这个小钥匙要在这儿开。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还要穿过酒窖，最好有个火车能直接到就好了。手枪子弹不够，它会掉，没事儿。要打双瞎子了，这样的。合不合成是啥意思？核不可核，哦，获得所有核人配方，原来如此。25、41，哎，城堡上的所有藏宝有那么多。对，这个我干了，已经，我就这么干了，多存个档，然后来回看，我已经写了个表格。上锁的藏宝，这还有个上锁的藏宝，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哪儿有宝藏？我操，那没了，还有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双瞎子把虫子打出来再闪。那也不太对，数目不太对。城堡的藏宝图上面怎么会有41个的？是我的藏宝图。好，我右下角写了25-41。有那么多吗？这差不多都开了呀，地图。那边还有一片没开，是不是还有第二个区域？应该还有第二个区域吧。枪打那个钟，给吸引他俩。有一把宝箱钥匙，矿泥出来，应该是矿泥的也算在城堡里吧，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差那么多。我现在看上去只能拿七个了，但是
但是还有六个目前地图上没有。开始掉手枪弹，因为我手枪弹不太够。全部打掉，宝石多。掉六七个什么？蓝宝石是吗？编年史不是很想看的一个，有哇哈哈，哪儿哇哈哈？回去、啊、哪儿呢？啊，有东西吗？玻璃柜，哪里？fuck， 玻璃柜，不是个走廊吗？右边有个橱柜，应该就是房间。哦，我看到，看到，看到。可以吧？难受了，气人主播，还行。啊，让我的小匕首要断掉了。Oh shit， 这是打双瞎的地方吗？旁边的小柜也有啊，还有小柜。小柜我刚开了，手枪子弹吗？不是吗？这小柜开不了。这小柜我开了，没有了吧？别吓我，怎么回事？打虫子呀？翻了一笔，耶！火药塞啊、哦，塞这儿了。你看我五十个火药，它一样给我掉吗？这个不是随机的吧？原版我这有个虫巢来着。这还有吗？虫巢打掉好多各种各样颜色的宝石。这边有一个宝藏。能打完吗？这个能打完，把它打完，打完就不吵了。Slacking on your customer service.
为下面还有个绿草，我看见了。蹲在这儿干嘛呢？还有。这个虫子打头还会有印，还可以爆，还可以出体术。我操，手枪子弹真的很少。Bullshit. 满。是哪个呢？哇哈！拟态虫，拟态虫是啥？伪装成虫吗？我都是优先吃娃哈哈的。什么东西？空了好多枪。确实娃哈哈便宜，现在反正也不影响评价，随便吃。哎，商人，以前我记得是翻到窗外打，这样的话不会腹背受敌，很骚的。
我操！就是这个吧，脸跑的腰都酸了。还有啊，哦，来了。终于整整齐齐了，从楼梯上去啊！我知道，等一会儿，这个绿草拿不拿？绿草，拿了吧，固定的。哎，这是我来的地方，这还有个宝物啊。一圈都搜刮了吧，好像已经绕场一圈了，不知道有没有漏掉。哦，那还是可以这样打的是吗？把他们全引出来，好像不行了，这虫子不会开门。以前的话引出去虫子都是会开门的，一开门就喷死，一开门就喷死，就少，就变容易了。手枪子弹永远是不太够用的，那么几发，这就对了。是吗？隐身虫子。这个吗？慢慢推进。固定的红草，先往前走到底再进去吧。我好像看到了，哎，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拉把拉了以后会出事吧？要不先不拉。好头，
刷光了，凉累了，几率挺高，是挺高。我估计拉了八那个把手以后还会刷的。耶，26发，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耗过这里。该全部打掉了，然后东西也捡了，子弹又掉回来了。好了，过了吧。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门怎么回事？我没注意。哦，是商人那个门吧？应该是商人那个门。太弱了，只能说你们太垃圾。那边还有一个吧，我操！哎，手枪子呢？差点漏掉。那个双瞎子跟傻子似的，进步走就行了。啊，这样的。来吧，没存档就是。而且他们还要友军伤害，他们没看鸟吧？哎，还是看见我了呀。谁先来？操！我不是这样想的。算了算了，加载吧。小怪很多，确实。
哎，他帮我开了个步枪子弹出来。二人转开始了，那个瞎子在哪儿？哎，怎么了？怎么死了一个？等一下。怎么死了一个？操！诶，二人转环节了，现在还要打呀，这个直接暗杀吗？我操，这真烦，他有个铠甲，他一定要完全打中才行。
确实很费耐久。死了，关卡可能还会狂暴。哦，他必须闪。还行。哎呀，来点子弹，来点子弹。好，释放。哟，叫你用，叫弩，让你用弩打的是吗？也补强两发，可以。就中。哎，这是什么？完蛋了，怎么办吧？嗯，审来审去，审出事情来了，你看看。绿草吃掉，核桃吃了好多，还是核个啥？要打右手了，审出事情来了，有一把小刀，后面还会再来一次呢，是吗？哦，给那么多弩箭，这都是固定的，意思就是让你用弩箭打呀，对吧？弩箭因为没有声音，所以说随便打，他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射过来的。回头找商人卖点东西。前面有还有商人吗？没有了吧？小刀，嗯。武器送回去，现在没有一把枪可以随随便便送回去，不都要用的，这个可以送，呵呵，这个可以送，要不把这个送了，弩箭雷，这样的话刚刚好勉强装下。但是后面还是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弩箭雷和弩箭你拿不下。嗯，等一下，看看地图，削刀，王座厅应该就直接掉下去了吧。应该是这个地方按照原来的剧情，就看到 Ashley 然后掉下去，然后在下水道有个商人，然后就打右手买个火箭筒，大概是这样的策略，是不是？喝点步枪子弹，七发八发刚好十五发，喝吧。掉下去还要打几个虫子，喝喝吧，商人那边还有那个买大物资嘞，好，刚好弩箭雷原来只占四发，
从上面还要再下来一次来做金蛋和任务。没事儿，剪掉，血刀也剪掉，血刀其实可以留着，对不对？刀可以留着，下次来剪。就算错过了，问题也不大。还有个动画，操！就这个地方有个商人，妈的，出不去。来吧，想听到 Ashley 的嘶喊，但是不要着急，我知道你很急。Ashley, Leon, stop! No, don't come any closer. Are you hurt? Watch out! Please, do continue. Do not resist, my dear. It serves only to make you suffer all the worse. 给他喝了一坨屎。快使用神钩！我操！这他妈手的皮都磨破了吧？操！铁手。这底下是穿刺的，对，但它晃了一下，所以就没掉下去，没有像原版那么帅了。Give up the ghost, huh?还有个绿草，这。拿不下了呀。勉强拿下，但是凶多吉少啊。哎，不能暂停吗？Talk about sticking the landing.深渊，不会有人带着子弹掉下来吧？没有蓝牌吧？哦，底下还挺多路哎。我操，那么大！哦，原来之前说的那些宝藏在这儿吗？
这是额外的一层，不属于城堡。注意隐身的虫子。The hell？ 哟，要钻洞洞了。绿油油的眼睛，妈黑咕隆咚。哟 ，shit， my body armor。我的，不要动我的护身符。绿草可以吃一个，我的防弹衣要爆了，操！没有 checkpoint 吗？怎么那么多个？你们不是这里不会掉下去吧？好，没掉下去，赶紧跑位。哎，有那个啥呢？哇哦！真的吗？场景有鱼，你觉得我还有命吃鱼吗？主要是也拿不下了，好像。音乐怎么强起来了？嘿，再走回去。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枪法，嘿，我迷路了，完蛋。哦，是往这儿走，不对，啊，对。我得兜一圈，他这儿血都挺少的，但是掉的钱也挺少的。
你只要靠近那个道具，那个道具会告诉你。所以说，这样绕一下就行了，这样就不会错过什么道具啥的。子弹掉回来了，好，这边能上去吗？果然不让上去，手伸进去把那个绿草黄草先拿掉。哎，我操，这里用微冲应该挺好的。蓝宝石 ，nice。这是什么？食物，喝黑水，喝了黑水以后就那啥了。他们做实验了吧？10万块钱，就三个水里，你说那个虫子吗？我觉得不止三个，我刚打了五六个嘞。直接和黄草好不好？那你还有条鱼？那你，我拿不下了，大哥，我拿不下了。鱼是六格的，我记得。鱼是六格的。鱼好像卖的还没有蛇贵，算了吧，除非是特别大鱼，特别大鱼就更拿不下了。闪光弹怎么那么多？三格是吗？三格的话，我吃个绿草还能拿。先去卖小鱼吗？我看看。以我现在的这个一堆东西，去见商人也卖不掉什么东西。你除非把弩箭卖掉。对，吃个绿草就可以拿，或者直接把鱼吃掉。哪有鱼？大概在哪个地方？看到了，哎，好，三颗啊，直接吃掉挺好。绿草、黄草可以卖，不卖，我那上限还没到呢。这个是到二底下一点点是吧？哦，这个回的多一点。绿草卖的便宜吧？是不是把那个绿草吃掉，然后把鱼卖了？我操，我是不是太抠了？这样，不要太抠了。该吃还是要吃，把药留下来。
商人给我火箭筒啊。有吃鱼多回复的挂坠没有？但是有，好像有蟒蛇吃多回复的挂坠。啊，这来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随机的。宝藏和人偶，还有商人吗？他妈的！扩展宝藏，打右手前还有商人，别呢，不要阴我。哦，我看到商人了，一缕希望的紫光。哇哦！天哪，是红色石头哎，那不赚到嘞？这个削刀怎么办？脖子酸。学到，哎，上这儿，我操，怎么那么阴森啊？Stench of battle on you, mate.一周目肯定是拿无限小刀啊，不然呢？等一下哦。I do you for? 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ill that be all? Welcome. 对啊。你打完最后那个人偶，然后再读盘就可以了。再回来读盘，你就可以提前拿到了。然后在下周末就直接用了，没有毛病吧？买火箭筒，是不是？这个买火箭筒是不是伪命题？我怎么拿火箭筒？买了以后，把两把枪都放进去。对，只能这样，把三把枪全下了，然后拿火箭筒，然后打完以后再回来读档，大概就是这样。
这比以前简单，以前哪有什么储物箱这种东西。Welcome. 8万块钱的火箭筒，物资小。You get some bang for your buck, I guarantee it. 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八十六，十六个。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 mate. I'll see you right. 休一下。That's good work, if I do say so myself. 这也休一下。Crossing your T's, dotting your I's, that's the way to be. 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 '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art. A deal well struck. 他要是送一个火箭筒就好了，可惜刚才那个场景他没送，那就不值得为右手花一发火箭筒了，因为他只掉3万。以前是因为还送了一个火箭筒，所以说不用白不用。唱去了。Oh, my back is killing me. 要冻起来以后，冰冻以后再炸，不能直接炸。Wilden, what can I do you for? 冻住一发，是啊，冻住一发。Come. 来，合成宝藏，皇冠，第二个皇冠。紫的石头好像基本上打 boss 掉的。10万块钱，嘿嘿，又有钱了，同志们，嘿嘿嘿嘿。5个红色更贵，但是不划算的，留红色还要留着干别的。我们最后一顶王冠，看看如果能凑到5个的话，那我们就用5个红色的买。我凑不到就算了，最后一顶王冠不卖。不是说有3顶吗？ Back any time. Welcome. 对呀、啊，主要是为成就，不然亏呀。我猜不杀。Stranger, ooh, I'll pay a pretty penny.哇，8万块钱，现在16万。明天打右手了啊。算一下啊，16个，现在要空16个出来。这个是1、2、3、4、5、6、7、8、9，9个，10、11、12、13、14，15、16、17、18、19、20，可以空20个出来，没问题的，肯定放得下。
好像这张就没了。那这样吧，不如我们先存个档。然后去轰他一炮。算格子得算一下能不能放下，刚才不是有人说放不下吗？说放得下。明天上班呀，所以要睡觉了。Welcome. Not my place to say, really, but sometimes things are more interesting if you keep a level playing field. 对呀，体验一下先。Anything else I come back? Ho ho. At any time. 你甚至还能挤出一个地方放散弹枪呢。或者枪托，为什么独挡直接卖光不就行了？啥意思？你要我干嘛？我不就是火箭筒爽一下而已吗？我也不用去拿这把刀了，还要拿刀干什么？我还有一个扩展宝藏没捡，看看长得啥样。With fun for a reason, stranger. 就是一个监禁室。对啊。我们存完档了。液氮喷淋。来，打右手。是这个吗？先别乱按。黑水。哦，这个人就是右手还是贝尔杜哥？挂一次喷淋是什么意思？拿了把小刀，成就是不动击杀，这样的，那以后无限火箭筒来解就可以了。These people are not right. 暂时中断电梯。最里侧房间操作电闸，啊，哦，那在这儿操作电闸。呼呼，那你可以用无限火箭筒来做这个成就吧，不动击杀。不用一次性都做完。头骨来了。哟，来。
哎，不是走这儿吗？哦，原来这样。那这儿还有个宝藏，宝藏咋办？敌在暗，我在明。哎，纳尼？这个地方？画质还是帧率？开着帧率，里面开着在哪？我操，那太刺激了！Holy shit！ 原来 QTE 是 R 三，不知道，还想着是不是 L 一加 R 一啊？散弹没带，尴尬尴尬了。有个绿草，你他不出来，哎，来了。You, your remote's laptop. 嘿嘿嘿 ，easy， 奖杯解了，慢慢安心的跑回去。哦，这个，操，这么骚，那就先冻住它，然后来开这个东西。对，这就完了。这就是80000块钱的超能力啊。电梯就直接到了吗？以前是打死右手，电梯就直接到了。你不打右手，还跟他周旋半天。你就跑到下一个液氮的地方等他就行了。啊，电梯来了。第一周目啊，我是一周目，星纯萌星。我操，这个补给还挺多，你别说，我根本就拿不下了。还有个娃哈哈，专家模式是不是一发干就打不死？我不知道。专家模式，你要是多周目的话，直接无限火箭筒啊。如果是一周目的话，你可能还买不起火箭筒呢。冻住不许走。这个宝藏就这一颗。关键你要记熟那些液氮的位置。跟它周旋，用液氮冻住它，然后慢慢拖延时间。
甚至还能回去找那商人。能回去吗？啊，这儿还有液氮，这是最后的希望。Fuck， 不能找商人啊，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就好。那我这边就不打下去了，独挡了，明天再说。大家晚安。